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2月21号，星期五，农历是正月二十八。时间过得非常快啊。那么在这个星期天呢，就是农历的二月初一了啊。一般初一十五都要啊烧大香。好，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你好。啊，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我想问几个问题。同修想问，每天他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念经的时候，能在院子里放张小桌子，设小佛台，放菩萨相片和小香炉上香吗？可以，是可以的呀，最好不要去影响别人的。哦，因为你在院子里的话，你还是对外的呀，不属于。如果是你自己的院子就没可以，大家公用的院子就不要去。哦，明白了。然后晚上他就收起来。嗯，不大好。好的，好的。放在院子里空空的，念完了就要收起来，不是晚上收起来。哦，念完了就要收起来。好的，好的。那如果家里自己家里的就是小佛台，这个也是念完了收起来吗？还是放着就？不一定，你自己家里你放着没关系。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父开示过，今年家里的墙上最好不要钉钉子。如果钉子是表面看不见的那种，比方说表面看起来是一朵花的装饰物，或者挂上东西后就看不见钉子了，这种有关系吗？关系有啊，小一点呀。哦，为什么呢？你知道不啦？你还是钉上去了呀。嗯，对对对，还是钉子实打实。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最近生日快到了，他梦到自己吹了蜡烛，现实生活中生日蛋糕从没插过蜡烛，请师父解梦，这是什么意思？插过蜡烛点上了吗？他是做梦梦到自己在吹蜡烛，现实生活中他从来是又过了，减瘦了呀。哦，减瘦了啊。你让他过一年嘛，就少一年呀。梦中在过生日嘛，梦中在吹蜡烛嘛，就是一直在减瘦呀。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的弟弟曾经在他的家就是不懂事，就是养过一只宠物狗，后来狗死掉了。现在同修想在养过的狗的这个单独的房间里设佛台，他想问师父可以吗？好像有人问过了。问过了。我叫他把它打扫干净，或者地毯换掉，或者地板换掉。像这种多久后能设佛台啊？弄干净啊，油漆地板全部换掉。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之前他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前些天猫自己开门跑了，20天后同修梦到跟别人说想要跟自己养的动物解脱缘分，得给他们送50个圈，那个猫也在旁边，请师父解梦。50个圈还不知道啊？一个圈一个圈，小房子里面不是都是圈的？在送小房子呀。像这种要大概要多少小房子？21张嘛，差不多了。用不着这么多。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有个同修重病，现在起不来床了，佛台就在床边，家人上香时他就躺在床上，同修已经不能自己上卫生间了。有时候可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会大小便在床上，那佛台还能每天正常上香吗？他没有条件，他只能这样。有条件嘛，他有条件嘛，最好搬掉，搬个位置。什么位置都可以，总比他这样干净了，对不对？毕竟对菩萨还是不尊敬的呀。明白吗？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梦见自己在小房子的日期处上面写了2034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看看他现在几岁啊？2034年他活得到不了？活得到吗？就差不多那个时间啊，寿限呀。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同修和他的家人会常来，就是海外的观音堂。如果没有学佛念经的家人一起来了，吃就是观音堂的饭，会不会消福报？不会。哦，不会啊。嗯。因为家人吃了很多次，但是一直没有念经嘛。没关系的，就是、吃嘛就吃了，吃一顿素总比少吃一顿荤类呀、哦嗯，他至少。嗯。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2月8日的佛子天地游里边说到，菩萨会把金光注入到佛台和山水画里边。请问有的同修还没有设佛台，只是家里贴着蓝色山水画，那么这个蓝色山水画能够接收到金光或者能量吗？少，一般都不会的。没佛台菩萨怎么给你金光啊？就等于你没有需求、人家怎么给你东西啊？哦，明白了。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这两天状态不是很好，他就很担心天上的莲花。今天在观音堂，睡着了，梦到师父怀里抱着一朵花走过来了，但是花的形状有点像牡丹花，请问是代表同修的莲花还在吗？应该还在呀，师父给他重新摘上呀。哦，明白了。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关于下杠头的问题，之前师父有一个就是佛学问答专门开示过，要多念大悲咒，每天给自己念49遍心经，108遍解结咒，总共要许礼佛大忏悔文108遍，多分几次念完，和69张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那师父后来在2月16号问答节目开始中，针对下降头要念1000遍大悲咒，请问这个1000遍大悲咒是个案还是通用的？基本上50-60%通用的吧。哦，除了个别的，一般的都是通用的。哦，好的。像这种如果要念大悲咒，就是这种1000遍的话，是要怎么祈求啊？1000遍啊，就请观世音菩萨帮我帮我就是消灾解难呀。哦，哎，因为被人家下杠头也是个难呀。对对对，解掉这个难。好的，那是不是跟之前下杠头的佛学问答是合起来一起念的？可以，可以，可以。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的爸爸不信佛念经，他总是认为梦和现实没有关系，梦就是梦。他爸爸就做了个梦，说梦到4-5个人追他，他摔倒了。摔得挺厉害的，后来他又爬起来又跑了。同修想问师父，就是梦到这个，他爸爸梦到这个梦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梦很简单了，一边在跑一边摔倒，一边跑摔倒，你说顺利不啦？不顺利。正在做的某一件事情一直有挫折呀。一直有挫折。因为同修的爸爸他不相信，然后呢同修就想问师父，他该不该给他爸爸念好了，他爸爸又会觉得梦境也没有应到现实当中，这个应该怎么办啊？没听懂，对不起。就是他爸爸是不相信的，但是他梦到就是摔倒了，又摔得很厉害，那现实中会可能会给他阻碍啊，或者是有劫，那同修就不知道该不该帮他爸爸念经。如果帮他爸爸念经了，他爸爸其实不懂这其中的道理，以为还会说，你看我梦到了也没有发生什么，其实是同修私底下在给他默默的念经化解掉的。那你觉得应该让他爸爸倒霉了？不应该。好了。那你情愿让他觉得没什么的话，至少他爸爸可以躲过一个劫呀。那你为了让他爸爸尝尝教训，吃吃苦头，那你就让他吃苦头好了。你不给他念的话嘛，他就倒霉，一倒霉影响你不啦？是的，是的。影响他孩子不啦？影响的。好了，影响的。家里这么倒霉，不一家倒霉啊？对的，对的。你们这种小民主义的思想，对不对啊？只管自己啊！我是为他好，我让他吃苦头，那最后殃及鱼池啊，这不懂啊？是的。好了。是的，是的。现在一个人倒霉，全家真的就是要忙了一段天。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同修家的卫生间它是没有马桶的，只是用来洗澡，
洗漱用的淋浴房，有时候在里边洗衣服的时候，可不可以边洗衣服边念经呢？应该可以的，洗衣服没关系的。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就是要记住，就是洗内裤内衣的时候不要念。哦，其他都可以。哦，好的好的。师父曾开示过，今年太岁菩萨在正北方，如果家里的正北方正好是厕所，这个有什么说法好不好？啊，那不，那没关系的，你家里有佛台哪个方位都好。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的母亲重病，吃全素违愿好几次了。同修为母亲许愿了400张小房子，并且很多同修们助缘，并为他母亲转功德，才脱离了危险。但母亲还是在吃荤。同修现在自己状态很不好，很累，梦见自己好像在下面。昨天晚上同修脑子里出现了夜尽人亡这四个字，请问师父，这四个字什么意思？这还不懂啊？你只有人死了，你这个业，其实业还不亡了，就是这个人他的业障这辈子要带到死了，夜尽人亡啊，这还不懂啊？哦，嗯，哦，明白了。那同修是还是要继续念完这个为母亲许愿的这四个房子？对对对。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有一个问题想问师父，就是同修没学佛之前在寺庙许下一世修成的大愿，然后倒霉了好几年，然后就翻师父曾经的开示说，一世修成的业集中可能爆发75年，五年之期的最后一年，同修就遇上了心灵法门。同修就想问，会不会他是因为许大愿的原因，让同修提前有幸闻得佛法，遇到心灵法门呢？肯定的，还是说肯定的？哦，肯定的。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之前想同修之前问，每当他把自己念的小房子结缘给其他同修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本来关系很好的同修都会跟他缘分变淡，慢慢不再联系了。师父回答说，还债或者善缘都有可能，如果上辈子欠他你会倒霉，如果还过头了也会倒霉，所以要适可而止，只能中观中道，什么事都不能过分。同修就想问师父，还过头的话不是该对方欠自己的吗？为何还过头了还会倒霉呢？我问你呀，我问你呀，如果人家你欠人家的，你给人家还过头了，人家是不是要谢你啊？对，跟你又有缘分掺上了吧？哦，又有他盯着你，你不是倒霉了？哦，明白了。好了，知道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就像刚刚这个，就是前面一个录音，那像我们就能量不够，听了会毛骨悚然，那怎么样才能？不要听呀！不要听哦！啊，你看师父，你看师父都来不及挂掉了。对，这个要敬鬼神而远之啊，这个孔老夫子讲的这还不懂啊，你尊敬他但是远离他呀。明白了，对不对啊？好的，他知道，他刚刚讲了一句师父很厉害，你听到吗？他讲了，我听到了，听到了，对不对啊？好像意思好像师父好像很有名，也不知道很什么的，就是讲了一句什么的。但是他后来声音一变就整个就变掉了，他两个人呀，在他身上了呀。他开始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谁，明白了，所以不要去讲他了。你不能多讲的，讲了他又来找你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他去年11月梦到自己开车从高架上翻车死了，后来投人到澳洲去了。今年元宵节早上梦到有人和同修说他的身份证有效期还有2年。请问是指同修2年后有生死劫，还是指同修的寿命到了？有个劫吧，生死劫吧，生死劫吧。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好像还有就是同修梦到自己在一个很深的湖边，看到水的远处有一只巨大的龟和一只猴子，同时被渔网罩着。现实中同修近多半年都是在同一个鱼老板那里买鱼，一般同修是晚上10点多或早上4点多问鱼老板现在有没有鱼，有鱼的话同修就全放，
也有几次鱼老板打电话给同修，说他有鱼问同修要不要，不要就卖到市场了。想到这些鱼要是卖到市场就全死了，同修就几乎都要，几乎每次都放几百条，每次放都是同修自己选地点，然后鱼老板开车带同修去放。同修做了上面的这个梦，和其他师兄说的时候，脑海中出现四个字：作茧自缚。请师傅开示，这放生和放生有什么问题吗？啊，肯定有问题。这老板就是有意的打捞上来，啊，跟他提醒他一个地方可以，然后把他带过去，哦、再放了他再拿起来，啊，这种没有用的，哦、这种你像骗人一样的放生有什么用呢？嗯，明白了。好的好的，我让他听录音。嗯，最后两个问题，有同修梦到看到菩萨像，菩萨像亮了，菩萨给了跪在下面的佛有一朵莲花，旁边的同修说看啊看，菩萨给他莲花了，这个人求子成功了。然后轮到看到的这个师兄，他和菩萨说，菩萨我不要孩子，然后菩萨像就按下来了，菩萨就走了。同修就想问师父，这个师兄为什么会在梦里和菩萨说他不要孩子？因为现实中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要孩子吗？他就意识当中啊，意念当中不要孩子呀、啊。哦，深层意念里边。嗯。哦，那这个说不要孩子的师兄，以后是不是命中就不会有孩子了？对呀、啊，很难讲、啊哦。嗯。很难讲。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见别的同修牵着一只老虎在路上走，这个梦有什么意义含义吗？牵着一只老虎在路上 走着。很简单咯，你想想看，与虎作伴呀。与虎作伴，不是很好啊，知道不啦？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到就是之前、梦到自己要往生的师兄，他昨天梦到自己的业障比例变成了5%。然后同修就和他说，如果他现在往生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了，问他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他说他女儿，因为他女儿尚未学佛，他想知道这是真的吗？是的，他境界已经到了菩萨道了呀。哦，那他现在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好好念经啊。好好念经，好的好的，我让他听录音。好，他们今天所有的问题他们在自己业障自己背，我让师父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再见。喂你好。喂师父好。你好。喂，啊，请讲。师傅，请稍等一下。哎，师傅，是不是？稍等一下。请讲。喂，能听清楚吗？听得清楚。对对，师傅请啊。哎，那个今天帮同学们问题，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那首先请问一下师傅，就是如果我们用那个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手液擦了手之后，可不可以再上香？可以的。可以。好，感恩师傅。请问师傅，就是点油灯的打火机和烧小房子的打火机可以同用一个吗？可以。好的，感恩师傅。请问师傅，就如果一天都在念经，然后小佛在上面也一直的香续香的话，那如果中间有杂念啊，或者说念经累了躺一会儿，这样的话会被护法神记录吗？香一直在点，就小佛台上的香。哎，然后呢？什么问题？然后呢？就是说，一天都在念经，但是说累的在床上躺一会儿，或者是有杂念啊，看看手机，这样没关系。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你不能一边念经一边看手机的呀，你至少休息的时候，就是他停下来之后再去看手机嘛，好了。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同修他的先生不喜欢房间里面有檀香的味道，那他想请问师傅，他这个小佛台可不可以放在院子里，然后坐在院子里面晒着太阳念？他自己的院子嘛就可以了，刚刚问过了。他自己问过了。好，感谢师傅。然后还有一个请问师傅，就是费力不讨好的话是说明欠对方的债吗？吃力不讨好的话欠对方债也有，还有嘛，自己不愚痴呀，不开智慧呀。好的，感恩师父慈悲。但是个问题，
就是曾经也说过，就是种瓜不一定得瓜，那是不是说一件事情的成功，是不是一个是自己的努力，还要看缘分，然后还有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也非常重要。是啊，嗯，非常重要。那请问师傅，是不是如果如果天时不好，或者是自己三六九等，不需要去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是啊，天时不好呀，明白了吗？嗯，天时不好的话，你去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嘛，你可能就会倒霉呀。嗯嗯，好的，感谢师傅慈悲开示。然后请问师傅，就是如果处事圆融的人，他会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呢？储备，给人家留有空间呀。嗯，不可以永远不把人家逼到死胡同呀。嗯，然后有包容心，有慈悲心。嗯，啊，不贪不恨不愚痴啊，这种人们都能够做人圆融的呀，明白了吗？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然后请问师父，就是从心理学上讲的话，恐惧来自于什么？心理学上来讲，恐惧来自于你对突发事件的不理解啊，和没有思想准备啊。嗯，啊，你对某一件突发事件，你不理解，没有思想准备，然后不能理解它，你就会产生恐惧。你对这个人不了解，你是不是害怕了？你开车的时候，你这对这条马路不熟悉，你是不是害怕开错了？嗯，好了。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请师父测一个字，就是谨慎的谨。谨慎点，讲话呀，言字旁呀。嗯，首先讲谨慎的谨的话，你想想看，首先叫你啊，要讲话要当心。第二，你看，嗯，做事情要踏踏实实，下面是个土字，对不对啊？哦，下面是个土字啊，然后上面是一个什么？上面是像一个过去古时候戴的一个官帽。哦，做官的人啊，要脚踏实地，对不对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看下面就是一跟一，二跟二，对不对啊？哦哦，像两根帽子，不是像古时候不是两根做官的有两根那个帽子，它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要平衡呀。哦，明白。现在明白了吗？好的。然后我们在语言上啊，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字就告诉你，你自己要学会谨慎，你要讲话要当心，做人要脚踏实地。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然后还有一个同修的梦境，他说他梦到师父问他的恩赐方是什么，然后答不上来。后来他就是他梦到师父问他恩的恩赐方是什么，啊，然后后来他开始答不上来，后来他试着回答说还是恩，然后师父说就是回答对了。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这梦就是说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不是有动的吗？那么最后归一到还是不动呀，不动就在动，动就在不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呀，不就禅吗？我问你，你坐在那如如不动的时候，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心在动不啦？嗯，动不啦？动。嗯，好啦，不动。什么不动啊？你打坐的时候，你心有的时候静不下来，不是也在动啊？哦，那你算，但是你身体又没动，你到底算动还是不动啦？静在动中呀，动在静中呀，这还不懂啊？哦，哦，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鳄鱼啊，哦，嗯，对不起师父。讲了。嗯，师父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有一个同修，他今年是27岁，嗯，然后他26岁的劫爆发，就被人欠了几十万，然后目前是欠债，每天都被银行追债。然后他工作很努力，但是又被领导刁难，又辞职了。然后他现在就是情况很窘迫，然后父亲也跟他断绝了关系，常常有轻生的念头。请问师父，他现在首先你想想，他觉得他自己都是对的，他跟父亲的关系搞不好，被同事骗，他不是贪心啊，然后被领导给他穿小鞋，你这个人好好的，人家给你穿小鞋啊？这个世界上一个碗不响，两个碗叮当，你不知道啊？你从这么多的他的不好的问题上，你还看不出他为人有问题啊？哦，明白了。好的，让他听录音。你说两个夫妻两个吵架，你说哪个对了？就这么简单了。你不坏，
他会坏的，你坏了他坏，他坏了你比他更坏，你比他更坏，他比你更坏，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师父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在两年前结缘了四位法师的小房子，当时他没有用，但是他现在不知道这个小房子质量好不好，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请问师父，他这种情况下，在不知道质量好不好，碎纸机碎碎掉嘛就好了呀。那如果质量好的话，也可以碎掉。对呀、啊。他，哦哦，他现在不知道他的质量好不好。能好不啦？法师跟你不一样啊，你一天能念几张了？他给你寄得来几百张，你说能好不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师父最后分享吧，请师父休息一下。嗯，就是同修分享对观世音菩萨的敬信，运用三大法宝，子宫和卵巢的肿瘤神奇消失。同修读白话佛法时，看到师父对于净信的开示，净信就是要用纯洁的心去完全相信他，要有很诚意的心去相信，要完全相信观世音菩萨，要诚心诚意的相信观世音菩萨，没有丝毫的怀疑。当你完全相信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常有的。然后同修呢，他刚刚学心灵法门的时候，妇科检查拿出子潮各长了一个肿瘤，就躺在检查的床上，只有一个想法，说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我很冷静地找到医生，医生说没有什么特效药，每三个月检查一次，如果长大了呢就要做手术切除。然后同修回到家就上新香许愿了21组合，放生100条鱼，然后过了将近三个月再去复查，生就说好的很啊，都没有，是不是上次的检查错了，还是观世音菩萨救了他。他就在想，他一点组合放了一点鱼，肿瘤就消失了，他觉得这是他净信的力量，他敢帮助他。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菩萨和护法慈悲原谅，请师父原谅。嗯嗯，感恩师父。就很简单了，嗯，这个一个人相信，坚决相信和一般相信，你说一样不啦？嗯，不一样。太好了，净心是很重要的呀，一个人干净是很重要的呀。你相信你这个朋友，一般的相信和坚决相信他一样不啦？肯定不一样的呀。嗯，不一样。明白吗？好了。嗯，明白了。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今天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同学们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好。嗯，好。嗯，师父就在这。嗯，师父再见。师父保重。嗯，拜拜。喂，你好。啊，师傅你好。啊。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啊。嗯。师傅帮同修问几个问题。嗯。第一个问题是，同修有梦到他给他女儿买了个新包，然后说跟别人换了个包，请师傅解梦。买了个新包，跟别人换了。嗯。包是什么包袱呀？哦。他自己有一个新的包袱，但是最后跟人家换掉了。嗯，就是人家帮他背了呀。嗯。哦，好的，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师父，同修有梦到他已过世的奶奶和外婆吵架，他外婆还是在世的，然后说他爸爸妈妈的婚姻不会幸福的，请师父慈悲解梦。这个不懂啊，肯定不幸福了。嗯，他爸爸妈妈。哦，那他奶奶，他说师父有一次16年的法会上说他奶奶已经投胎了，然后他又梦到了。投胎了，现在孩子不会死的。哦，小孩子30岁死掉的没有的。嗯嗯嗯。因为他投胎之后是为了还一个债，嗯，还完债就走了呀。很多孩子都这样的呀。嗯，好的，好。那师傅他要给他奶奶念小房子吗？要。哦，好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哎呀，师傅，同修的小孩他那个太阳穴的青筋很明显，然后说一直有一根筋一直到脸上，他想请教一下师傅，这对健康有影响吗？什么东西到脸上啊？青筋，脸上就太阳穴这里长了青筋，有两，嗯，2岁的小孩。啊，没关系的，没关系。啊，没关系的。啊，这么小的小孩子长什么都没关系。哦，嗯，他说很明显，特别明显，他说。以后随着年龄长大会消除的。哦，好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嗯。还有师傅，同修也梦见他脚底好像被昆虫咬了一个洞，但是不痛也不出血，请师傅解梦。做梦是吧？嗯，对。啊，要当心。
哦，被灵性弄了，被灵性弄了。哦，那他就是那些小房子自己要金子就可以了，是吗？对。啊、哦，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请问一下，就是同学说他家族最近给以前一个亡人做墓碑，但是名字写的是亡人的小名，不是正式名字，这个怎么办？没关系的，已经这样了。他这个墓碑如果是这么做的话，嗯、应该人家知道的、嗯，应该知道是谁的。好的，好，感恩师傅的开始。没关系。好，还有师傅，他说那个坟墓旁边有棵树死了怎么办？坟墓边上有棵树死了。啊，对。死掉把它拿掉呀，割掉。拿掉。嗯，要念经吗？最好嘛，念个。嗯。念个往生咒了，念108遍。好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有个同修他梦到他的儿子说害死了，好像害死了一位老人家。梦里呢，他儿子还是个很小的孩子，然后法官判了他2次，最终判死刑。然后同修给他儿子就是许了69张小房子，又44甲鱼，1200条鱼，10000遍消灾吉祥神咒。然后当天晚上又梦到他在路边捡了2件棉袄给这个孩子，这孩子现实才5岁，请师傅慈悲解梦。这孩子，嗯，如果说，嗯，比方说捡了一样东西送给他，嗯，前面讲什么？前面他先是梦到说这个小孩好像害死了一位老人家，啊、法官给他判了2次，最终判他死刑。啊，明白了，明白了，要投胎，嗯、要投胎了。哦。他身上有个灵性要投胎了，要投胎了，好的，啊、不是太好的，而且投了。哦，好的，好的，好。那是不是他这样子许愿69张小房子，40只甲鱼，1200条鱼就没关系了？会好一点的。嗯、会好一点，啊、嗯，好的，好，感谢师傅慈悲开示。嗯。还有师傅，同学说，如果以前很容易梦到师傅，现在更努力学佛，却梦到少了，是不是代表和师傅前世的缘分已经尽了？只剩下尽是佛缘了呢？也不会马上尽啊，尽是尽不了、嗯、跟着师父学佛怎么会缘分尽呢、嗯、你只要跟着师父缘分永远不会尽的、嗯、只是说你现在成长了、嗯、越来越成长了，嗯，明白了吗？嗯，因为同学说他以前就是梦到比较多，现在好像梦到很少，但是好像他自己觉得努力、啊、比以前更努力学佛了。嗯、啊、那就是很简单了，那就是说明他跟师父缘分还是有的呀。嗯，好的，好，没关系，只是说可能不像过去刚刚开始的时候师父对他关心了呀。嗯嗯嗯，明白吗？那师父为什么现在关心那么少？因为他好像更努力了。他成功了呀，他现在已经成长了呀。啊，好，感恩师父慈悲，就是明白了。你想想看、嗯、一个人成长了，我还要挂碍那么多干嘛？好，因为师父很累。嗯，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想问一下，在观音堂续香，如果所有的香都没有了，我们是续的观世音菩萨的香炉，还是随便哪个菩萨都可以续？啊，续在当中。嗯。啊，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同修上次梦到穿新衣服，但脱的时候又变形，脱不下来了，请师傅慈悲解梦。啊，穿新衣服脱不下来啊？嗯。麻烦了，被人家一件新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件衣服会有给你带来很多业障的。哦，好，那他就是加强自己的小房子就可以了，是吗？嗯，对啊。嗯，好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同修说，他的女儿梦到他的前男友来家里，然后发现家里有一大片蚂蚁，请师傅解梦。一大片蚂蚁啊。嗯，发现家里一大片蚂蚁，家里会有一大堆麻烦事。哦，那他应该加强一些什么经文，师傅？是什么、嗯？你说一遍。啊，他的同学的女儿梦到他的前男友来家里，然后发现家里有一大片蚂蚁。嗯，不好呀，家里麻烦事呀，嗯、我不麻烦。啊，好的好，感谢师傅。念消灾吉祥神咒呀。嗯，好的好，感谢师傅开示。还有师傅，同学说问一下，梦见说死的时候会得今生是什么意思？就金子的金。今生是吧？嗯。那这个人修成了呀。哦。他已经如果得今生的话，他是得到，他已经修到菩萨道了呀。
哦，太好了，太厉害了，谢谢，哦，好厉害，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请教一个师傅，请教师傅，他们说就是常说要发大愿，那请问师傅，这个发字是代表原发三心中的三心吗？自诚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在发大愿的时候，如何避免执着于大愿带来的功德和修行上的急功近利？他不管的，他现在现在像这种事情，嗯。你记住，嗯，不管你发什么心，你只要发的正心，嗯，正念正心，那你一定会得到菩萨保佑的。好，啊，这是没关系的，这种事情，讲老实话，你不管发什么心，只要是心就最最重要。嗯，好的，好。你任何的愿力没有心做主的话，你发出来愿都是空愿，没用的。好的，就是一切都要心正，嗯。啊。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一些同修在发了一世修成的大愿之后，遇到的修行阻碍和业障集中爆发，是不是部分原因也在于发愿的心不够纯洁，发愿之后修心不够，守戒不够呢？发愿之后，你如果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反应的话，跟你守戒很有关系的。嗯，因为你愿力是告诉菩萨的，你要是不好好去守，菩萨都知道的呀。嗯嗯，知道你不是有意的，好好的在改毛病呀。对，明白了吗？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好了，师傅，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保重身体，我们都爱你，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喂，师傅你好。哎，师傅您听得见吗？听得见。给您请。好了，师傅。请讲。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的。讲得响一点点。感恩师傅。好的好的，师傅这样可以吗？可以讲吧。好的，请问师傅，有些男士起床小便时会出现心脏不适、大脑一片空白、突然晕厥的情况。医学上称此现象是排便性昏厥，临床上也没有治疗方法，是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是心脏供血不足导致，还是被灵性上身的？请师傅指点。心脏供血不足，突然之间人站起来的时候血上不了脑袋，人就会昏。人家头会晕，所以突然之间起来的话，血供应不足上不来，心脏就像主机一样的没有启动呀，所以人浑身发软呀，明白了吗？好，那平师傅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念一点点这个大悲咒，经常念，睡觉时候念大悲咒。第二嘛，起来的时候慢慢起来，不要一下子拱一下子冲起来。因为你小便的时候你已经有尿憋在你的膀胱里了呀，这个膀胱它会形成一种反射体，这种反射体会影响你的肠胃，肠胃会影响你的肺啊和心脏啊，这个时候血不到，而这些压力已经给你心脏了啊，血没到，那你当然一下子人就会感觉到压力很大，昏厥呀，泌尿系统啊和一种啊，我们说的内分泌啊，它整个就失调了呀。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那还有就是早上起慢一点，还有就是起来之后喝水，开水对吧？一定要该温开水，因为他血液上不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血粘度太高呀。对对对，您一直让我们多喝水。喝水。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始，谢谢你。第二个问题，有同学过年期间梦到自己吃饺子，盘子里只有三个饺子，像石头一样硬，咬不动，请问师傅这是提醒他哪里做的不好吗？很简单了，他如果说吃饺子吃下去像石头一样的话，说明他一个是口业呀，口业嘛犯两个，一个是嘴巴乱讲，还有一个嘛就是我们说的吃东西不干净呀。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第三个问题，有个同修捡小房子时没仔细看烧送指南，
小房子的圆圈都涂得满满的，一共有600张，都烧了。请问师傅，这样烧下去的小房子还有效果吗？是他自己念的吧？忏悔文，请师傅。对，同修填小房子是没有，就是没有仔细看烧。你问他是不是他自己念的？嗯，好的。那如果是他自己念的呢？没关系。需要念忏悔文吗，师傅？这个情况。如果是他自己念，没关系，听得懂吗？哦，好的。如果是人家填的，那叫乱填、乱念，那他就有问题了，听得懂吗？嗯，好的。好了。那就是念诵者自己的业障。嗯。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嗯，有同修前几天梦见很大一尊观世音菩萨出现在天空中，就大声的叫菩萨圣号，一边大叫一边拉着一个同修朝菩萨跑去，跑到大街上，很多人呢都叫菩萨。过了一会儿，菩萨就被乌云遮住了。这时同修就大叫：“大家别叫了，回家吧。”菩萨被乌云遮住了，有什么含义吗？是指外环境不好，还是提示同修修行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他看到菩萨是好事情。就是看到菩萨之后，大家都叫。对啊，他当时看到菩萨就是好事情啊。嗯。听不懂啊。但是，哦，好的，好的。但是什么？你讲啊。那，就是，师傅，就是他看到菩萨是好事情，但是呢，就是大家都在叫菩萨。过了一会儿，乌云，菩萨被乌云遮住了。请问这个是？我已经讲过了，乌云遮不住菩萨的。嗯。嗯。乌云都把菩萨遮住了，说明菩萨走了呀。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对不起啊，对不起。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梦到被一只很凶的大老鼠咬了，今年又是鼠年，请问师父，是老鼠临近找他，还是又是鼠年有别？怎么念经化解？小房子怎么念？小房子念69章嘛就好了。小房子念69章，没问题的。好吧，被灵性叫他念往生咒要念108遍，念一个星期就好了。哦，好的，往生咒108遍，69张小房子。嗯，好，谢谢您师傅。嗯，好啦。有一个同修，女同修啊，师傅，我可以再问几个问题吗？讲得快一点了，讲得响一点了。好的，好的，感谢师傅。有一女同修，那自己需要开一张没有对象的离婚证，要登报纸声明，女同修就照做了，然后就在一台观音堂的机器上打印出这张报纸上的登报声明和离婚证。这位女同修没有结过婚，也没有谈恋爱，没有谈过恋爱，请师父解问。他当今年，他命根当中到本来到这个时间会离婚的，叫他注意跟所有人的关系。最近这段时间跟人的关系比较紧张。好的，那他平时多念几个解结咒。对。好的，感恩您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同修建了一个群，专门为师傅读诵白话佛法，并祈求菩萨将加持，将诵读白话佛法的能量和功德转给师傅，这样可以吗？诵读前他们的祈求是：现在我来读诵白话佛法第几册第几篇，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慈悲加持我能够读懂诵读白话佛法，将这篇白话佛法的能量与功德转送给我的恩师慈父卢军宗台长，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师父法体安康，永驻世间，弘法事业顺利，广度有缘，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离苦得乐。就是某某某自己的愿让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群里的师兄和有缘众生背。请问师父可以这样做吗？嗯，他可以啊，他愿意回向嘛就回向。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师父您能给我开示几句吗？也今天很荣幸能够打通到师父，也非常想念师父。嗯。开始几句嘛，自己要想开一点呐。忧郁症不能让他发。嗯。过去有过忧郁症，现在不能再发了，听不懂啊。
好的。经常站起来蚂蚁，且经常站起来蚂蚁一个都不见，蹲下去蚂蚁一大片。世界上很多事情它是有头有尾的，它有第二天，它可以有未来的呀，都会变的呀，它是无常就是变化呀，所以今天不好也会变好，对不对呀？今天好也会变不好，所以学会中庸呀，明白了吗？好的。好了。好的，好的。我一定改，还有我比较执着，我要。对呀，执着对你只会伤害，没有任何好处的。嗯，明白了吗？嗯，好了。嗯，明白了。好，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保重身体啊，再见，祝您法体健康，弘法顺利，感恩，再见，师傅，再见，感恩啊，再见，再见，拜拜。喂，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抓紧一点啊，多给你，好，多加了一点时间，快点。好，感恩师傅，好，行。同修白天想知道脖子上的红斑是为何，晚上梦见血癌两个字，他说难怪因为血液不好，所以自己脖子上有红斑，然后负责人也说他忧郁，还有不认识的女生和他说话，请师父解梦。嗯，他是男的女的啦？女的。今天血液嘛就好了呀，血液嘛，其实血液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了，血液这个病跟心情很有关系的呀。嗯，是的，嗯，血色素的变化跟你的人的本身的心情很有关系的。嗯，好了，那他这个血癌的话，应该就是说梦境比现实会严重。他当心点了，当然了，梦境总归比现实当中严重，至少说血液有问题，但是不一定是血癌就是了。嗯嗯，他是逢三六九。嗯，再当心点。好的。那就是往生咒也要加强是吗？除了对呀，对呀。好的，那吃东西方面的话要注意些什么？都要忌口啊，不该吃的东西少吃呀，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不要去吃它，虽然有时候很好吃，但是没有效果的呀，不好。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上周问答节目里开示犯太岁的小房子是按阳历的时间来烧，但是之前师傅开示的是按阴历来烧，那同学啊，那次已经讲了，他们秘书助进来问过我了。哦，他哎，他个那个是个案，应该是按照阴历来烧的。嗯，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是立春后大年初一前出生的，已按过年之前的属相来改名了，但是改名字的人说应该是按立春后的属相来改名，那请问师傅，同修还需要改名字吗？他觉得自己名字好不好很重要呀。嗯，改，他说改了之后也没有很大的那个改善。没改善啊。嗯，他现在就是纠结，他坚持一下了，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就现在是不要改善。啊，不是，没那么快的呀，就是改了也没那么快的。哦。一般要叫出100天呀，三个月的灵动性出来啊。嗯，好的。哪有那么快的？一改名字就好了。嗯，是的，他现在就是纠结他自己到底是哪一个属相，那还是应该按师傅开始大年初一之前出生的，就是按之前那个属相，对吗？对啊。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已经许愿无上正等正觉的同修是否要念108遍礼佛来跟菩萨忏悔，因为之前师傅说我们不适合许这个愿。你有信心就可以许。好的，但是你没有信心，你一定要念的礼佛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自修经文最多可以几个人一起念？之前师父说小房子最多是三个人一起。自修经文是吧？啊。嗯。自修经文怎么一起念？我不懂哎。对不起，师父就说，比如说，自存的大悲咒，我和我妈妈和我爸爸三个人一起念可以吗？同学就是问最多几个人，可以，最多也是三个人一起念，对吗？可以，念的整齐点都没问题的。大家一起念必须整齐。哦。否则就是不尊敬，听不懂啊？要么你个人自己心里念。好的，明白。就是说自存的经文不是一起念的，就是大家可能一共，比如说往生咒是272遍，那我同一张。往生咒我可能念70遍，然后我母亲念70遍，这样子两个人合念一张272遍的往生咒可以吗？这可以，可以。
最多是这个都没关系，要好好念就可以了。好的，那自修的礼佛是可以几个人一起念的吗？还是各自念各自的？礼佛的话各自念各自比较好，一起念一定要整齐啊，否则你在念这位菩萨的名字名号，他在念那位菩萨的佛的名号，念到后来大家各自念各自不好的呀。好的，明白了。那个乱七八糟你说说看，叫名字都叫的不整齐，称呼称的不整齐，对不对呀？对，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昨天图腾节目里说一个同修不能一边跪着一边帮他媳妇念礼佛，那请问师傅这个是具有普遍性吗？你对某一个人的话你跪着对不对啊？嗯。啊，你跟着替他替菩萨忏悔对不对啊？嗯，对，你可以替自己老婆跟菩萨忏悔。嗯。啊，那么你的业是不是背的多了啦？哦，就是跪着念的话会啊，非常背得多啊。好，你现在就等于完全替他了，替身了呀。哦，你否则你替他念只不过是替他念呀，你跪着嘛就是你老婆，等于相当于你老婆在跪着呀。嗯，好的啊，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对不同佛友的莲花掌是有不同的描述，比如掉下来了不是太好，一般，还好，很好，那请问师傅，是否只要不是说同修莲花掉下来了，那这个莲花都还是在超脱六道的天界的？是啊，就是你至少有这个机会以后可以超脱六道，但是最具体的还要靠你最后的考试呀。死的之前，嗯，他一点都不会帮你疏漏的，做好事坏事，哦，动好脑筋坏脑筋。嗯，那就是说这个莲花是否只是只要是师傅说没有掉下来的话，就算是说不太好，那可能也是还是在莲花当时还是在超脱六道的天的呢。对对对对对。哦，好，明白了。那师傅有次说一个同修莲花很高，那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师傅当时是莲花很高很高，莲花长在天上各种各样的地方，嗯，高啊低啊都有，有的靠近菩萨，有的在莲花池啊，有的莲花比较大呀，嗯，都有。嗯，这就代表你修行修的好坏呀。哦，你在人间修的好，它莲花长得好；修的坏，它莲花枯萎呀。嗯，因为你们这些莲花都是暂时扎上栽上去的呀，不是永久的呀。嗯，明白了吗？嗯，好的，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说最好每尊菩萨都有一个单独的香炉，那如果同修条件有限，多尊菩萨只能供一个香炉的话，他能否用上多支香来弥补这个情况？是啊，三支啦就可以了。哦，三支。啊，那最多的话，他如果想多上点香的话，一个香炉最多可以七支呀。七支，好，啊，明白了。九支呀。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喝南京菩萨圣水时，念完一遍大悲咒后，除了祈求南京菩萨加持我们身体健康以外，能否祈求南京菩萨帮助我们化解冤结呢？可以的。好的。你喝的时候不要嘴巴直接拿南京菩萨的嘴巴喝啊。嗯，不会，就要倒到自己的杯子里。啊，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东方台上头香时结缘给同修们的大杯水有多久的时效性？它这个时效性其实就跟你这个水的那个时间差不多的呀。你的水比方说有效期一年就一年，是有效期半年，那这水就没有，慢慢就没有作用了。它水里面的成分发生变化了，它你加持的东西能量体也发生变化了呀，这还不懂啊？哦，明白了。嗯，那所以说如果想增加时效性的话，这样可以吗？还是可以的，要跟菩萨讲啊，我希望能够保持，但是你也不能太长的呀。嗯，三年的水还能喝不啦？嗯，哦，明白了，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写经文组合落款的签名，也就是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需要垫红布吗？就只是签自己的名字？可以，可以。如果不垫红布，不垫也可以。嗯。最好再给你三分钟啊，没事。哦，好好好，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师傅有次开示边走路边念出来的经不踏实，想请师傅再给我们讲解一下。
你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头啊在想东西啊，嘴巴里在念呐、啊，眼睛在看马路上的东西啊？你说咋？你说质量好不啦？哦，你一个男人眼睛喵喵，这个女的喵喵，那个女的嘴巴里念的菩萨的名号，你说这个护法神会对你好不啦？嗯，明白。那如果我们是在观音堂，有时候坐着，腿不太舒服，站起来这样念经，可以、啊、念是可以的。可以，你还可以走动念的，只是说，是的是的，只是说一般的观音堂都比较小，你一走动，人家说你神经病啊，坐不定，站不住的，站不定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还清债务和一世修成是一个概念吗？有人问过了，还清债务了才能一世修成，还不清债务永远不能一世修成的。一世修成的人一定没有债务的。好了，好的师傅，那如果他只是还清债务，那他最高能上到哪个道呢师傅？天道。哦，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看到其他义工不尽责可以报告给负责人吗？会不会属于动因果？可以动什么因果、众善奉行，为他好，只要不是挑拨，不要加油添醋，不要两舌，不要其语就可以了。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梦见手指很长，适合弹钢琴，于是在弹彩色的钢琴。现实中同修手指是很长，但是他不会弹钢琴，请师傅解梦。很简单了，他想弹钢琴啊，他的手指牵长的话，对女孩子来讲说明这个人有富贵相。哦，你说一个女孩子手伸出来像每一根像雪茄烟这么粗的话，你说这个女人你说有福气不啦？明白了。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梦到和其他两个同修睡在地上，现实中三个同修是住一起的，但并不是睡地上的，是睡床上的。是啊，就是这样啊。那他梦中、一起睡在地上，三个人都是在接地气，不是太好吧？阴气太重啊。哦，好了好了，说明不能哦，对不起，好，感恩师傅。时间到了，弟子自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多注意法体。好，我们很想念师傅。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